就是我平常必带的疗愈小物，想到的时候就可以让自己疗愈、放松、按摩一下。Hello， 哎，我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郭书瑶。我的包包里面其实很简单，每天必带的手机，然后我的钱包、钥匙，再来就是我的耳机，就这样。当初是看到他就说他是 free，I'm free，take me to your place， 就看看有没有帅哥可以带我回家。我个人就是比较没有什么需要带东西，就是卡。哦，今天还有一点现金。耳机用了多久？应该有2年了吧？它真的蛮耐用的，就是已经被我用到，它原来是很纯白。我都是依照心情听歌，然后有的时候其实嗨歌我也会觉得很放松，就我放松的方式真的有百种。如果是平常会用到的东西的话，就是这个，就是我平常必带的疗愈小物，在这里，两罐凝胶加上 New Skin 的 My Wave IO。其实我平常是一个很容易紧张的人，因为我觉得人在放松的状态的时候才会比较有好的表现，所以我就会时时带着这个，就是想到的时候就可以让自己疗愈、放松、按摩一下。怎么维持很好的肤质哦？我个人觉得喝水非常重要，然后再来就是用对保养品，然后还会有一些辅助的机器。因为我本身以前是没有仪式感的，但我后来发现每天有一点仪式感可以帮助自己放松，然后让自己有更好的状态，所以我就会拿着我的 My Wave IO， 然后其实使用方式非常非常简单，打开你的凝胶，挤一条，再来呢，打开你的 My Wave IO， 然后就这样由下往上顺顺的给它推，然后它就是可以帮助我的循环，然后还有我的放松。对，因为放松对我来讲真的是件非常重要的事情。如果你对使用方式不熟悉的话，你也可以就是下载它的专属 APP， 然后里面有个 Vera， 它就会教你要如何使用这台机器的影片，然后你还可以选自己的舒压小音乐。嗯，它有很多种音乐可以选，然后这就是我平常的随时随地可以疗愈我的方式。以上就是我自己个人的疗愈小方式，然后希望大家内外都要美，然后让美丽一直无限的循环。